近三年时间内啊，我们向153个国家、15个国际组织提供大批抗疫物资援助，向34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，向110多个国家、4个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3亿剂疫苗。我们署成立5年，3年时间啊，重点就是在从事这一项工作。其中疫苗比世界上各国提供的总和啊都还要多。